我是2号郭海婷 Serena。我参加多伦多华人小姐竞选，因为我想认识多啲新朋友，同埋我以前细个嗰时候我系好怕丑嘅，咁样妈咪帮我报唔同嘅 drama class， 都学咗多个十年啦。而且我想增加喺舞台上面讲中文嘅自信心。我好想观众记得我系一个好开心同埋好开朗嘅人。平时我都好中意同人哋相处，所以我喺大学嗰时候我系读新闻系。咁樣我 interview 人哋嗰時咧，我可以好了解佢哋個想法，同埋咧我大學咧我都會同唔同嘅學生會啊，幫佢哋出去揾啲 sponsor。平時咧我好中意約埋我啲朋友睇唔同嘅 sport 啊，或舞台劇咁，因為我真係好 enjoy 依啲熱鬧嘅氣氛。